欧蕾系的纯红茶拿铁，对啊，同意，纯粹喝欧蕾系，不是助兴的，比菲多。整个都是粉红系，就拿铁嘛，有什么差异？看看。很一般。这是红茶的，红茶加拿铁的味道。红茶加奶加咖啡，成分很不多，蔗糖。水、蔗糖、奶粉、奶油，还有奶油，那热量一定不少。红茶粉、香料，还有鹿角、加柠檬酸。这一喝完不知道会跑厕所，可是牛奶类的东西喝完会跑厕所。6号瓶，塑胶6号瓶的吸水性低，发泡后可制成宝丽龙，因为有隔热效果，可做成冰淇淋盒、保温箱、热饮的外带杯、泡面碗，但是耐热度只到90度，不可以倒入刚烧开的。开水。